走。第一次逛这种花鸟市场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捕蝇草吗？对，要不要？要啊，感觉挺可爱的。茉莉花香。那就再拿个茉莉的。粉的那一束好看。这束啊，那再拿一个这个。好，谢谢。拿着。哎，我们买两只蛐蛐回去逗一下吧。哇，这个鱼好好看哦。哎，有小螃蟹。哇，快快快，这是小蚕宝宝。兔子。哎呀，快看，龙猫，这只大的在这儿。赶赶赶赶赶赶赶，已经有名字了。叫啥？黑的叫嘎嘎猪，黄的叫呱呱 K。我们买了三束花、四束花，还有两只鸭。走吧，走吧。接下来你们要跟我分开走是吗？对，我们好像要去。你们要去逛街，那我就把东西拿回家呗。嗯。先把你们送到你们该去的地方。好嘞。安静。别叫了，哎呦。安静。小鸭子就喜欢叫。叫有啥用啊？你别叫了。大哥，求你了，别吵了。现在大家都开始嫌弃这个鸭子了。因为我是特别怕吵的一个人。叫了不渴吗？安静。神经衰弱啊。我已经崩溃了。拜拜，东哥，晚上回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呢。拜拜。完美。